想让自己视频清晰，以后啊，每天都得洗车，不洗整个车也要把这个车玻璃擦一擦，因为上面有这些泥呀，录出来的视频不清晰，以免大家观看，不太好，是吧？注重视频质量，就要每天擦车玻璃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一会儿把这个园子土豆浇一浇。南方雨水过剩，我们北方现在已经旱得不行了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塑料棚里边太热了，把这个防晒网给我妈安装上。还有我的移动电源，应该明天就可以到货了。移动电源、太阳能板、行车充电，明天就能到了。我就准备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车里边还缺少灯光效果，但是那个移动电源上带灯，明天我测试一下，看看那个灯可不可以照亮吧，也不知道方不方便。如果那个灯不方便，我就再单独买一个。还有就是一会儿我和我妈去镇上银行，把我的工资卡绑到我妈的微信上。然后以后我赚的工资，我妈也可以直接花，省着你们老问我，这出去这么长时间，给老妈多少钱呢？我赚的工资直接绑到微信上，我和我妈的微信同时都能消费，所以说也不用说给多少，我妈想花钱就直接扣钱就完了。我的旅行最快估计也得月底能出发，就算明天电源到了，兄弟们，我需要先测试一下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这个眉毛还需要1个月之后去补眉。我现在这个眉毛已经半个月了，所以说最快还得半个月能出发吧。也有可能说，等明天电源到了，我先在辽宁省内转一转，到了我补眉的时候，然后我再回来，这样也可以。不然的话，大家觉得我的视频有点乏味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也喜欢在路上。那种感觉，我也着急，但是这个眉毛已经掉色了，所以说得去补一下。我感觉这个苍蝇啊，特别喜欢我这车的颜色，大家看看这苍蝇粑粑，隔几天就拉一层，这苍蝇太气人了。苍蝇就不行找黑的地方去拉屎吗？非要在亮堂的地方拉屎。我感觉以后自驾拍视频必须每天查车了。必须擦这块玻璃，因为相机都是通过这块玻璃来录制窗外的景色。这块玻璃脏了之后，第一影响视线，第二录出来的视频不清晰。大哥里边能不能掉头啊？够呛，不能啊，会有进去的车。能，正好就掉过来了。这门都没关啊，正好那样能掉头。这是落个落下来的。有农村亲戚就是好，在我老婶家大棚里摘几根黄瓜，回去自拌一个凉皮儿。没那这黄瓜也快拉秧了吧？在桌上卖的。哦哦哦，
我妈也就是没有啥，反正再来几根就行。嗯嗯，对，这样式的也行。我。又取了一个配件儿，我车没熄火，给老妈在车里吹吹空调。这回凉快点吗？你的车跟那灰的一样吗？前面那哪个灰的？前过去。搁我这儿呢，钥匙。你肚子大不大？大，可大了。妈呀！我估计撑你就两台。那你下一步啥打算呢？现在没打算啊。嗯。这我走向猪肉。嗯。你看那我这儿，它就是牛。啊，对，它粗。猫应该是走，靠这边，然后你看见那边是。洋洋可能还停留在我第一次学烧烤烤苦的那回，都不能敢吃了都。那不能，那不能，以后后来不叫吃了。是吧？嗯，还记不记得上回苦那个了？我尝尝还差啥？上回苦那个我都不敢吃，因为好像苦了。没事，味精偏高还是不苦？这不味精够高的。那不行。哎。嗯。味儿对。嗯。慢慢吃。那天这牙疼好了，要不就是牙可疼了呢。那天满口牙疼啊，舌头都破了。那天他特殊想孩子，你那啥玩意儿？那我那孙子我不想，人这给你舅还给我返场了。那啥？你还给那当时没讲返场啊？没有，不带呀，运费险。那叫包售后吗？那不得啊？不带运费险呢。那我这售后给我返回来还咋还给我修修啊？啊，他没有给你挂小黄车上。哼，看有没人要。9.9包邮。啊，对，9.9包邮。没啥事。拍视频就相当于创作一部电影，你自己得有感觉，这玩意儿没法教。自己拌一份凉皮，看跟买的差多少，拌不了人家那个味道。咋说呢？麻酱。陈醋，搅和搅和。我爷同意买车，买车我爷老张了。嗯，挺好吃的。人家现成的醋料，挺好吃。你再搞点一包啊。嗯。给我推荐个路线，你看去哪玩好？我现在没计划。要不你就跟大波走，往西藏走；要么你就往南走。上西藏，我怕我身体受不了。
你可以绕中国一圈，其实一般你那什么，你从咱这辽宁往那个广东省开，你走绕一大圈，你到那儿受不了，那就回去了，差不多，体质就能好不少了。从那儿再往左上点绕。他们进藏都是先去那个云南嘛，云南那边海拔2000，一点一点看受得了了，再往西藏一点点窜。对，从那边先过渡一下。像他开大挂的那个司机死了那个，他就一口气干到西藏哪里了？他大挂车一天每天都好几百公里。但是周期一般这些网红都是要这个边境线。你就到西藏咋的？给你钱多呀？啊，给你钱多啊？那边不好去。都说那边景好吗？那都去过不好。有人说那边的景都比咱内地这些人造的这些公园那景都好。这人都自然的嘛。对，大自然的嘛。就是咱们。那你真看，你那时候咱没去过，只能听人家说好不好？你真看的时候还是挺壮观的嘛。不是，咱不去过那都表来的吗？同样一条路，每个人的感受不同，对，每个人拍的视频效果也不同。你说不定就车抛锚路边，你嘎嘣就干。有的人就认为西藏好，有的人就是西藏不好，一人一感觉。保完了，这不是整天一直在保呢吗？连擦带换再收拾。那你那里面的东西不毛病，不就擦一下了？你真远道的话，真穿着也挺了。发动机不起火，轮胎不爆炸，它其他的都不算病。那是。是不是？发动机不起火我就能走，轮胎不爆炸我就能咕噜。这玩意儿会坏。其他加上电器那玩意儿坏，它不影响我前进就行。我比划一下，我这个小猪儿看行不行坐这吃。我就准备这个小桌的，那小桌还有一个小凳，我看这高度怎么样？有点，这凳有点矮。那不也能坐吗？你这就坐下吧，看他坐哪行。差不多高啊。就是，差能差多少啊？差多那不高吗？你快蹲呢。哎呀，是高不少。哎，干啥呀？那给你过来得了，别说了，走。就你给那玩意一接也行，你这能差多少呢？我这个快拆是放在这个上面，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用，挂在车上之后，然后我的运动相机放在这个位置，可以拍车外的景色，但是缺点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掉啊，兄弟们。明天我就用这个镜头去拍一下，开车门，关车门，哎呀，没掉哎，还可以，这样这个角度拍起来也会很漂亮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明天浇土豆，今天没浇上，咱们明天见。点加号，点红心，点箭头。